前呢，耶稣是耶稣爱他，然后耶稣就已经认识他，也认识他的姐姐。然后耶稣呢，那时候就是为他为玛利亚跟为马大，就是行了这样子的神迹，使他的哥哥可以从死里复活。然后，所以我才明白说，哇，原来玛利亚他打破香膏的时候，不是出于一个哦，他只是要表现他对神的爱。乃是他在表现一个极深的感恩，就是我之前就是都我以为这故事是相反的，我以为神是因为玛利亚都爱他才为他行了这个神迹，但其实是就是玛利亚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，耶稣就爱了他，然后耶稣就为他做这样子奇妙的事情，然后呢是出于这样子极深的感恩，玛利亚才回应神的爱，然后把他这个香膏打破在耶稣的面前。这样就是我读的时候就给我自己就是很深的光照吧，就是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来到台上不是来到台上，来到教会里面啊，或者在小家里面啊，或者怎样，我们常常的祷告都是主啊，我给你这个好啦，我愿意降服，好啦，我愿意相信你的带领，好啦，我愿意信任你，来，我愿意交奠我的这个什么，就是好像都是我，然后很像感觉我很像很伟大，因为我献上给神多少，但是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，因为玛利亚的爱是一个回应，不是一个单方面的，是她先经历到神的爱，经历到说当她都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耶稣就爱了她，耶稣就为她做了这件事情，她是出于一个这样子的回应才这样子的献上。所以就让我想到说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不再是很像每次一开始像都是我献上给神什么，乃是 要多多的去纪念神他为我做了什么，然后他不管是他差了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死，还是他给我生命中的祝福，不管是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领袖，或是我的工作，就是这些我们可能觉得都是很正常或者很平淡，甚至我们都不太享受的东西，但你想说如果你没有那些东西你会怎样，对不对？就是为这些东西更多的去感恩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感觉很像当我们不纪念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献上的时候，其实就出于一个宗教的行为，那样子就变成说很像我能献上什么就成为我的价值，很像我可以多献上什么就表示我很伟大或怎样，但是真的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给神超过他已经所给我们的。然后好不好，我们就大家我们今天就一起站起来，然后我们在敬拜开始之前，我们好不好，我们花几分钟，就是甚至就一两分钟开始，我们就你就开口开始想起一些你值得在你生命中感恩的，可以大事或者小事，可以非常令你最近很哇发生的神迹，或者就是很平平淡淡，你有个工作，你有个家，你有食物吃，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可以感恩的，所以因为很多人没有这样子，所以好吧，我们闭起眼睛来，然后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感恩神，他为我们，他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的救恩，你所给我们的命定，你所给我们的产业是远超过我们能给你的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主啊，你不要求我们要给你多少，主啊，你就白白的这样子的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纪念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给我们的祝福，那些我们都已经忘记了，或者我们觉得没有什么，主啊，我们要再次来纪念这一切每一个小小大大的祝福，我们为这些来感谢你。主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慈爱，谢谢你的救恩，谢谢你的怜悯，你的良善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再次的来纪念，主啊，你的美好，你的美善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我们一切的敬拜，
不是我们在给你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给你什么，乃是主啊，今天我们一切的敬拜只是回应你为我们所做的，回应你的大爱。主啊，我们爱你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爱你，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，主啊，我们是出于这样子的感恩，是出于一个这样子一个谦卑，主啊，一个感恩，一个单纯的心，今天来敬拜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我们欢迎你的同在，今天在我们的当中。欢迎大家，如果想要来到前面，可以来到前面跟我们一起敬拜。Thank you.
世上无一事无能相比，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。这世上有谁能够像你，你的爱与荣美无止境。世上无一事天堂。
你
同在如天，持续的唱。
更深，
苏醒我们的心，来震撼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来震撼我们的心，让你的道，让你的话语来震撼，来震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今天不再一样，使我们不再一样。主啊，用你的爱持续的来充满我们，更深的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的灵要向你复活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代，主啊，你要使我们的灵向你复活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需要你更多来充满我们。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